起床了，选看，凤梨哥哥，我昨天去外婆家玩，看到外婆养了一群动物，好有趣哦。嘿，草莓姐姐，是什么动物让你这么兴奋啦？凤梨哥哥，这种动物啊，全身白白的，它有翅膀却不能飞，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，非常可爱。而且它每天会呱呱呱呱叫个不停哦。哦，呱呱呱，我知道答案了，答案就是。凤梨哥哥，你先不要说出来，我们要请小朋友一起来想想看哦。这里有三个提示，第一个提示是公鸡，第二个提示是鸭子，第三个提示是燕子，到底是哪一个呢？小朋友赶快想一想哦。那现在呢是跳舞时间，现在呢赶快站起来，跟我们一起动一动咯。猜猜答案在哪里？等等回来告诉你。欢迎我们最优秀的悠悠啦啦队！
身体有没有暖和和的呢？跳舞是最棒的运动了。大雁飞，大雁飞，天地将你拥抱。高山美，江河水，就不怕路遥遥。太阳坐落旁，追逐着星。游泳不照蓝，答案选选看。聪明的小朋友，你们想到了吗？是什么动物全身白白的，有翅膀却不能飞，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，非常可爱，而且每天呱呱呱呱叫个不停呢？是公鸡、鸭子还是燕子呢？答案啊，就是呱呱呱鸭子。草木姐姐，我有没有猜对啊？凤梨哥哥，你猜的没有错哎。那你知道鸭子为什么走起路来会一摇一摆的吗？是因为它屁股比较翘。是因为鸭子的腿比较短，它们为了让自己在水中游泳可以游得比较快，所以脚的位置比较后面一点点。当它们一上岸的时候，为了让自己的身体重心平衡，于是走起路来就会一摇一摆的喽。哦，那我懂了，小朋友都记住了吗？那我们下午见喽，拜拜。